辣酱鸡翅，好吃好吃，简单几步骤，喜欢的可以学起来。准备材料，鸡翅洗净后切几刀，这样比较容易熟透。加入适量的盐，适量的辣椒粉，加入适量的辣椒胡椒粉，加入适量蒜末粉，加入适量的胡椒粉，用手抓匀，盖上碟子腌制半小时。半小时后，热锅倒油，油热后放入鸡翅，中火煎，反面煎，煎至金黄色即可取出。把多余的油倒入小碗里，用小火加入一块黄油，加入二汤匙辣椒酱，加入二汤匙的番茄酱，混合均匀，加入适量的白糖调味，关火，加入煎好的鸡翅，捞匀即可上桌。辣酱鸡翅太香了，上桌抢空空。简单几步骤，喜欢的可以学起来。